喜发财。好看的球赛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球必应的读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德甲分析，沃尔夫斯堡对战霍芬海姆。沃尔夫斯堡新赛季各项赛事保持不败，球队状态良好，进攻端稳定，但球队防守能力平庸，需待加强。客队霍芬海姆上赛季积分与主队基本持平，不过本赛季开局有起伏，被零封三次，队伍整体状态比较低迷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平淡，不过馆长觉得两支球队没有很大的差距，实力层面主队并不是进攻很犀利的球队，本场不如支持客队找回状态。本场推荐霍芬海姆加0.5。公推时间较早，数据难免发生变化，想要获取更多稳单推荐，可添加馆长私人微信 life176666。